影片中的竹埔国小幼儿园小朋友在学校老师教导下，积极地做防疫工作，同时搭配阿美族歌手熟练的《不要放弃》阿嘎比萨瓦歌曲，以清唱搭配简单的吉他伴奏，向守护台湾的英雄致敬。而影片辗转到中央防疫中心，感动了指挥官跟防疫中心同仁。竹埔国小的附设幼稚园的小朋友，他们用母语。 唱了一首这个鼓励大家，也鼓励自己，鼓励这个防疫团队，好，谢谢防疫团队的这个歌曲。那透过我的好朋友在脸书上转给我，那我把这个影片呢，我传达给指挥官陈时中陈部长，所以他也看了哈。那个时候我就有跟学校的老师校长说，如果疫情过后。 稳定了之后，我会找个时间过来。那虽然我们在台东、在长滨，好像都觉得很安全哈，不过我想，防疫这种概念其实就是不可以轻忽。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的到来，成了毕业典礼的焦点。颁奖过程中，获奖的小朋友也非常高兴。因为我要毕业了，很开心。另外，还有幼儿园毕业生以主语自我介绍。 象征足以传承落实。第一线防疫人员及中央防疫中心的付出，让大家平安度过疫情影响。陈仲彦赴约拜访竹埔国小，让孩子们学习到承诺与信用的重要，也成为每一位师生难忘的回忆。原视新闻卡扎比亚乌举台中长滨采访报道。